哎，挺热闹，加我一个。真是冤家路窄呀，天蓬。几百年前，你用九天圣火烧断了我的翅膀，如今你倒是自己送上门了，我要将你剥皮做骨。这么高啊！手下留情啊！送上门的妖怪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这位大仙有所不知，百年前这里曾是战场，很多花草动物都生成了妖灵，但我保证他们从来没有害过人呀。他们聚集在这里，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投胎转世。妖言惑众，还想蛊惑我？大仙饶命！您看到了，他现在已经变煞，所以想吐人言更是不可能了。求大仙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啊！他确有转煞之意，看来是无法投胎了。姑且放你们一次。这个上面有我法力的印记，如果有人刁难你们，给他。多谢大仙，多谢大仙呀！如果让我发现你们在人间作恶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走吧。